受欢迎的手游《V V 大冒险》，刷来呢，我们要采橘子了。所以剩橘子了。可是橘子在哪里？这个糖果可以增加我们的精力耶。有了有了，橘子。我今天标题有点想想什么是橘子。那什么佛利西亚，我觉得也可以讲一下。我想讲这个 NPC 耶，怎么办？先讲托比好了。托比比较帅，因为我们本人随时都可以讲啊。遇到需要什么任务？就是刚才停的地方。等一下，重点是我们先要橘子呢。你大概到底要在这里干嘛？紫气球、黄气球、蓝气球，哇塞，是在哭哦。另外一个只是要橘子。橘子是在这边。我们下一集可以把这个任务完成。我们这里先分享这个 NPC 啊，这个男的。然后这一集很多东西可以讲。他的那个家园里面有很多那个道具。像我们这边是我们一开始的岛屿。